哈喽啊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校长，今天给大家拍喂食。对，先把灯都打开。嗯，开灯，不然老的啥都看不到。哎，我今天现在喂啥呢？冰箱里还有什么呀？啊，喂鸡吧，喂鸡啊。就这些啊，这里是啥？这里是一坨，这一坨先不喂，留着下次。我看有没有别的。嗯，这个算了算了。打一头，哎，走你。就这些够了。因为眼镜刚到就不累了，这是几只啊？这五只是吧？这还有一窝鸡，鸡鹌鹑。这个，哎呀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够了，这拿出来了，这些留着，然后大毛什么的就留着。我就剩还有很好的大的，大的喂上边吧，小的就划不来。喂这个，哎，这不是以前宰好的，喂你了，嗯，就这些吧。关门，有那么多箱子，这些拿到那边去。开灯。哎，好的。这都是我这买的旺仔牛奶，哎呸 ，AD 钙奶，这还有两瓶，先扔里边。把这些鸡，鹌鹑先放地上，我把这个箱子什么的弄好，收一边。这是我的单子，把箱子先搬起来，然后给他们解冻。哎呀。哇哦，又胖了，亲爱的，我先把这儿打开看看。哇哦，都不在，就你有一条，这就是你啊！他们都去哪儿了？得嘞，进去吧，别他妈，哎，进去吧，算，爱咋咋的。干嘛？那么皮，进去吧，要么去那边待着，走。真是皮死我了！哇哦，都在这儿，还把水盆打翻了，真是想疯了啊！这个我都敢吃条死了呢，别呀！这条我都不敢了，这条死，没死啊！吓死我了你！就这条，我天哪，还给我吓个够呛，你知道吧？所以说呢，你们都哎，都去这边，这边是不是小乐园啊？啊，哇哦，壮观啊！这小窝根本钻不进去蛇，是不是？熟悉了之后，他们就会觉得这里很好玩，是吧？这种箱还有好处就是洞都不大，因为它空气完全足够流通。其实不是不好，是棒吧？这边我要先把皮撤了，啊，来吧，镊子，我要把饲料给放在加热垫上。所以有几条蛇可能会被我欺负一下，对，因为我要让他们远离家店，是吧？来，你过来，还有他蜕皮的挺好，我知道是谁对的。对，这里有点空了啊，要不就把石，哎，不能放这儿，哎，他可以先把这个洞封上。我怎么这么机智呢？啊，找到了哈，哎，来，给他补上，你别进来了。好，你看，现在就可以别人单独的箱，他们就进不来了啊。完了再给他们开通是吧，然后现在把饲料放里面解冻，真的是个好方法。那我们就几小时后见吧，我得先拿个东西把水排开，不然它的水漏不掉。如您所见，我正在这个一条条的这个换电材，像这条挺干，这电材还算干净啊，我就不换了。来吃饭，快！你们蜕完皮了吗？啊，不吃，吃不吃啊？不吃饿一个月，你知道吗？不吃。这表情包做毁了，就这样，以后给他们换盒子。这个给他放了两只鹌鹑，这个也放了吃的，都放了，这个也放了。这个要蜕皮，先给你把电材换了，太臭了你啊！你说说怎么回事？你出来，哎，好臭！宝贝儿，咱出来好不好？别咬我啊！轻点拿，哇，这样好暖和呀！来吧，进来，听话啊，就一会儿啊，听话。哎，对，就一会儿，我把你这个尿布换了，真恶心。
对不起，我怎么说他们恶心呢，对吧？我养的，我惯的，是吧？嘿，嘿，还挺干净的，下边都没那么脏，直接铺，应该去去味儿了。不过算了，拿扇子扇一扇。水的话，明天再喂，今天要喂食，对不对？怎么回事？不出来，进来，哎，进来快！我这死老鼠给你吃，来进来，群群，快！放这儿了，不管你了，你自己爱吃吃吧。哎。这三个盖子我都一个一个打开看一下，我之前已经看过了。这箱里是什么都没有，是吧？这箱里呢，哇，有很多，是吧？我们来试试看它吃不吃。一只、两只、三只、四只、五只、六只、七只、八只、九只、十只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只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来，二十五只，来。自己探探啊，怎么回事？这属于是个人加温，哎，对，也没事，味道会散过去的。那我们明天再见哈，明天我看看有没有吃饭。你看嘴巴盖管子是否连接的准啊？还有这些盖子是否盖的严？然后我们就可以跟他们说再见了。说晚安，嗯，各位早上好啊，啊，然后我们这个已经到白天了，所以我们这个要看一下他们吃没吃饭，先把地上东西清一下，等一下清完之后我们得排起来，我也很紧张，万一没吃呢就很尴尬，对不对？好吧，没吃的挺多的，嗯，他一个都没吃，我逗他，这个是，这个一个都没吃。他吃了这大耗子，上面还没来算了。这个没吃，我看看，我主要是想看这只暴雪。他吃了俩，我靠，他终于长饭量了，吃俩真开心啊！加点热点。这个呢，看看，一只不剩。哎，吃完了啊，真乖啊！你看你，他肚子上都黄了，太恶心了。我跟在这里放了一个满满一大盆，完蛋，一个都不吃，想疯了疯了你们！来给你们分配，居然不吃是不是？一个都没动。你要不吃我就给妹子了，我都不知道条数够不够。哎，他们刚吃点了，食堂给你们准备的这个，全部在这脑子里。怎么就剩你一个？啊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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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伤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呀，这边有，这边没有。他俩全在这边，我怎么感觉条数不对呢？别说跑的不是那么快。哦，都在这个脑壳里啊，我也没数过脑壳里有多少只。算了，再放一天吧。好吧，没事。那我们这期视频就接近尾声，到此为止了，各位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可以给我点个关注，点个分享，点个投币，啊，赞助什么的，非常感谢你的收看。今天不吃也不意味着之后不吃，是吧？会吃的。像那个我再放一天，如果今天白天还是不吃的话，我这个就可以考虑一下这个。连体下的缺点就是你碰一个箱子，你怕肺不好的碰嗓子，你知道吗？万一嗓子就完了，我靠，这里全是命啊！